你好，闪送，就这样摞着放能放吗？能放。能放呀，就这样。它那个盒子外边不放呀？脚搁哪儿呀？在旁边呀。一般运的就是一路叉劈着过去。这是十斤，10.5，其实就超了20斤，超了一公斤，多少钱？2块钱。您就在平台操作就行，能挣2块是2块，我还给您抹了0.5呢。对，就补个1公斤就可以。给你补2公斤。谢谢。到了之后您给我打个电话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哇，好酷啊，脏辫这么帅。您好，闪送，我给您送樱桃的。我到三单元的门口了。可以了，现在上楼啊。九层，您给我放门口吧。那我需要一个取件码。再拍个这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OK。启动我的小车车，插上我的充电器。滴滴滴滴滴滴滴。您有新的订单需配送。你好，闪送，可以了，走了啊，拜拜。律师职业证，有人说这是什么旗子？最早你们都说，后来就没有人说。那天我又看有个人说这是什么旗子？自由泳，我小宅宅，来为他颁发律师职业证，来给您就这一个啊，拜拜。哦呦，4694，刮大风了，哇，这么大风，真凉快，哇。救命呀，沙尘暴，你这个哈哈，你还不避风去啊？看那边人都给吹起来了，哇、哦、太吓人了。你的车，哎，你这是不是你的车啊？你的车得拉手刹，拉了吗？我拉了手刹了，不知道。这大风不行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哈哈，我没走、啊，哎呀，现在你得看着车啊！你车又来了，你叫他他骑走呢，你他没喊住他，你扒住这个，我感觉我车也要掉。等一下啊，你动吧，你动一下，然后你给他支好了，然后咱们一起扶你的车，扶你的车。你我弄好了，我这手刹可能刚松。你确定好了吗？好了。你一会儿冲出马路可。更那啥，我在这扶着呢，没事，你去避雨去吧。我得看着点我的车，车蹭的呀。啊，这个补不了，不用啦，这小车没地儿补漆，就蹭黑了一点，没事。你也没带雨衣？没有，他今儿暴大太阳。对呀，然后就雷天，我再带雷电预警了。6点我都没歇，早上6点到现在。那你这一天300？300，对，到不了300我不下班，到了300了再告诉自己，哎，正常晚上能几点呀？8、9点啊？9点多10点。那这一天15个小时？15个小时，每天都。现在淡季就是这样。有没有防水套？给你一个。塑料袋。哎呀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可好使了，是不是？咱们走这边，骑行导航开始，从当前位置向西出发。您是几位？我就一个人啊，一个人。玩了个双人餐，我先来个辣白菜吧。你那白萝卜3碗，要酒，咱得骑车。香葱什么鸡肉串？是不是要站着吃？咱先吃个不站的。京葱鸡肉块，这什么东西？鸡横油，太苦了，实在吃不了。回家给狗吃。这什么呀？牛肉炒饭。对，水还有吗？水，你要不给我整一个大杯，来个大的。来点小芥末。你开始放，我这停不到那边去。你那我挪走，等我在他家吃饭呢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吃。你是不是？你放这边还差不多。你放那，他不敢往后面倒了。放前面轻点，放那。啊，我行，抱歉啊。对。因为我想在这吃饭，那车都没地儿吃，吃个饭。车都没地儿停。找到那边专门有。那还太远了，来这吃饭还走那么老远。我就在这吃饭，都吃完了，都，抱歉啊。